长度不需要扎，然后它也不会过宽，不会过长，然后它的袖子跟它的配色又跟过去全部都不一样。手袖这边我觉得确实加分，因为呢这边它有帮你做一个那个暗袋。有没有？这里有一横，所以你的内衣不会透出来，你的内衣不会透出来，棉质还有弹性哦，都已经宽宽舒服了，还有弹性，小三角的这种修身效果，然后手臂又极细，这样子比较宽一点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修饰到你手臂肉肉的位置哦。整体这个字体跟这个配色都超级可爱的，而且这个灰啊是那种带一点那种棕灰色，就是非常的有质感的灰色，所以呢也是很好搭配。张子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